我13岁，谁来圆我？未及成年的美好世界，未及成熟的价值观念。16、17岁，没有钱啊，就是援交啊，几百块就 OK 了。未及绽放的花样年华，所以你是处女去接客、啊？嘿，3000，急需钱吧。未及领悟的苦海人生，18你就要去做小姐了。嘿的。我也身为一个爸爸，是不是因为自己想要更高的物质，才会要去做下海的酒店小姐呢？你选择了一条看起来很快，其实是很远的路。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，一天一苹果。